开垦台湾人的巨富蓝领。你看你打开下底，你那请来站杯子啊。哇，好热啊！做啥物？做狗。嘛是咧做狗啊。今日大水来的，放弃着。哎呀。你包干的人唔知你是谁，你敢会使讲你是谁？不讲话哦。做狗。做狗。我大号会老去。干啥个没几干？才可以上世界的。对，脚袂掉地啊，你唔知吗？足重要的两站外，无安尼行啦，无啊，到世界看袂到咱嘞。哎呀，去民换，安尼去去民换，哪个怪啦？民换要招去世界给人家看到了，哦，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要赶快做一做了。站外唔只矮。阮这无名啊，小卒。啊，世界人拢把你站外啊你。哦。这是真有影哦，比你登那个喜马拉雅山还搁较恐怖。无啦，无较恐怖啦，喜马拉雅山还搁较惊嘞。钟头还搁落来啦，你们不搞啦。太讨厌了。今麦是郑总，假是有只讲要。你在这睡感觉怎样？还不错，不过吼，真的是比较冷一点。有睡袋吗？有睡袋，要两层。他们早上有那个战衣好像过了，跟他讲过了。外面睡袋里面那个包，包一层棉被放在里面，包外面包一层睡袋。棉被可以防露水，不，睡袋可以防露水。露水？这里面有露水？就是说它会凝结水啊。因为你身体体温比较热嘛，你棉被也比较热啊。可是那个空气好像蛮冷的，这个没办法挡，它直接传导过去。
Thank you.